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安雅时代的女主播，我叫苏坦坦。接下来一首金九哲的《小妹听我说》，老妹儿听我说。送给你们，希望大家能喜欢，喜欢这首歌记得帮我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。跟着我一块点点头啊！老妹儿，听我说啊！男人怕寂寞，到处寻找快乐，现实诱惑多，可千万别犯错。如今的小妹儿啊，姿色都不错，男人不要紧了，她魂不守舍。做个好男人，不做花心大萝卜。人在外漂泊，要经得起诱惑。现实的小妹儿啊，金钱惹的祸。不要游戏人生，你迷失了自我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要费尽心思，你再来迷惑我。现实的生活其实不好过，不要为了享受青春把青春蹉跎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要以为每个男人他都很好色。年轻的小妹儿把眉毛挥霍，最后都是彼此的匆匆过客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哥家里有媳妇儿了啊、哦、我有媳妇儿了，刷礼物也不好使，有媳妇儿了。做个好男人，不做花心大萝卜。人在外漂泊，要经得起诱惑。现实小妹多啊，金钱惹的祸。不要游戏人生，你迷失了自我。小妹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要费尽心思，你再来迷惑我。现实的生活其实不好过，不要为了享受青春把青春蹉跎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要以为每个男人他都很好色。年轻的小妹儿把眉毛挥霍，最后都是彼此的匆匆过客。谢谢，谢我们的随心礼物，谢我们二蛋，谢谢大家。万水万水万里长江永不倒，礼物再小也不嫌少。谢谢大家。喜欢这首歌的，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，凌晨十二点到三点，可以来我的直播间听歌哈。我的直播间 ID 是139727。再来迷惑我，现实的生活其实不好过。不要为了享受青春把青春蹉跎。老妹儿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要以为每个男人他都很好色。年轻的小妹儿把眉毛挥霍，最后都是彼此的匆匆过客。好了，这样一个神曲送给大家哈，然后呢，希望大家能够帮我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。我是爱亚时代的女主播，我叫苏坦坦，谢谢大家。暖了。